各位早晨，今天是7月12日星期六，文言早晨，瑞文早晨。今朝翻工嘅时候都有啲雨喎。系啊，局部地区雨势都好大添啊。咁啊，雷暴警告依家生效，预测大致多云，有几阵嘅骤雨。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，日间部分时间又会有阳光，天气炎热噶，最高气温大约有32度，吹和缓嘅偏南风。展望未来两三日，部分时间有阳光，亦都有几阵骤雨。跟住睇下今朝嘅新闻提要。